香港旅行都推动两百个起飞的飞行机系三三年来先，民进党分裂的情形下，国民党得利。开票结果，国民党嘅候选人冯建斌让对手民进党嘅赖坤新领先两张选票亭亭，为国民党拿着内模特十四年嘅劣势地位。香港冯建斌也对台湾乡嘅乡长选委会推动党处绕嘅政治疑问。佢哋查对方感谢支持嘅民众，国民党 CDV 候选人冯建斌展开车票嘅行查。从卡普谷所在的台务乡长以下的当选机会地位，变作推动政坛的新的名声。他说是电商的台联盟，是一场非常惊奇的旅程。没人想到一个最南端不到人口6000的乡镇长，有机会挑战我们真的身上大联盟。他是一个推动机会地位，就是说是安东年来最激烈的。本来是民进党涉及连任三届立委的刘超豪，因为不服党内出现，坚持推动参选。老代表民进党的赖坤生、国民党的王建斌，曾经三强都来拼。就算国民党的候选人卡姆马认敌，先前也看见了无一好，再因为民进党分裂得利，直至到王建斌得到34%的选票一样的。像数量前两票的赖坤生，一个一拜批评刘超豪，投射王建斌。像这道235县票的刘超豪，在某公司县票的计划。如果他没有出来参选的话，我们直接跟国民党的王建斌来对决。我相信说，如果论一个国会议员、一个立法委的一个条件，论学历、论经验、论口才、论人脉。论机制的本念，赖坤生绝对是远胜王建斌。很多的乡亲帮助我们，我们还是要用一段时间，然后跟大家来做感谢。虽然推动一般本人看作是蓝碧绿摊，不过过去十四年来，一些立委对由民进党来做，就算国民党也摆杨专的立委，不过无大部分国民党的票数做这么唔上七边的，对国民党来讲也是动态艰辛。民进党面对一败分裂，变成需要一些的功夫来重新整理，再出发。下个新闻，陈启明，同台。